满满一大锅，菜料丰富到快要满。出来炸的香酥的鱼头放进汤头里熬煮。嘉义这间砂锅鱼头远近驰名，但却有网友控诉。 来嘉义大埔这间砂锅鱼头店，老板说要800还有900的，我叫了800元的鱼头，没想到后来买单，老板娘却说她点的是900和1200的，但鱼头早就煮了。破文告知网友要小心，但随即就把贴文删除。不可能是阮的讲，因为是阮儿子想阿咪讲，但是讲了无清楚安怎，这拢会当讲袂晓变，伊当私底下阿讲，阮奇怪，因阿个来泼我。 老板娘喊冤，还提供监视器画面，控诉当时这名客人选了800元的中鱼头，后来又说要换大颗一点的鱼头，店家才会收大鱼头的价钱。啊，我过来讲啊，老板娘，这是一路950，我一直答应强调3000，伊都无答应，伊想讲我做袂就好啊啦，结果我嘛是来收900元。 原来鱼头还有分size，大鱼头950，中鱼头850，小鱼头则是700元。但由于po文已经删除，也联系不到本人，却因为价格问题造成双方纠纷，恐怕也是店家不愿看到的结果。记者侯国马嘉义报道。